1997，1997。安佩，最漂亮的安佩。我是宠物两位，我也是。我要去日本走自己的路。我们要阻止安佩的甄选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我们要帮助安佩，不然就会很惨。明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让我失望也没有关系啊。请问是你安佩同学的家长？我是学校的教官。你跟王正南搞什么？以你的智商，我很难跟你解释。我是91号李恩佩，出了车祸所以迟到，请让我甄选。Say goodbye。我没有想到被你回来，知不知道？我在想，这样伤害到我朋友干嘛？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闪耀的星星。不用完美，也值得被爱。